来一遍，来一遍，选一遍，选一遍，命运的抉择。真的是被带到剥皮酒店的感觉。痛恨的离宝牌两张开不到一张。宝牌，宝牌是什么？这只是会发电的垃圾而已啊，好像有什么屁用啊？这个是三马、欸，我的北是暗杠哎、欸，这个胡到超级扯哎、欸。放开花 ，Yes。这样子，我如果能胡到的话，说不定有一满等级。但是这个巡捕已经来不及了。三个好像听到，等一下，他飞起来了，他飞起来了，好快啊！他飞起来了，这就是一满限定的威力吗？我怎么又被炸装啊？我上次打段位场已经被炸了，这一次打有人场才打第一场，马上要被炸！我操！这啥啦？来了，顶上开花 ，Yes！ 没有那么困难吗？哎呦，我操嘞！哇，太夸张了，这东西都能摸出来。刚才我还想说这一把应该是没希望了呢，好可怕这个游戏。老大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，其实我也不晓得啊。观众配合，观众配合。观众配合，哇操。那行，我们这边靠自己。真的观众很配合，哇操。他们因为我送了会员，因为我送了会员，所以我现在又要送会员了。因为我刚送了会员出去啊，所以我这个他们就疯狂的给啊，所以我现在又要送会员了。这是不是自己表自己啊？哇，我没有在确认看过这个特效，我其实没有在确认看过自己这个特效。我刚才这个图片我是第一次看到。不是啊，我是不是自己挖坑给自己跳啊？因为我刚刚送了会员，然后我就胡到了，然后我就要送会员了，我就要送会员了，可以这样玩的。前面有块空地，我们自己挖一个坑好不好？挖了不知道那个效果怎么样，我们自己跳下去看看。哇操，夸张了这个，而且还不是正厅，它不是那个过水的。哎呀，可是。这个要是差一点，你那个在格子再偏一格，就累积一满了。你要是再偏一格就好了。妈的妈的，这怎么办？怎么会变这样？这手牌怎么会变这样？哦，感谢那个我碰，我感觉等一下要疯狂撒钱。他这个牌怪怪的啦，完了，这个牌什么？好可怕。好可怕！要选这个，拼这个，这样子亲老头的机会是最大的。那是不是过水啊？来一遍，选一遍，选一遍，命运的抉择，怎么样？我操！你看这个就是，我这个就是被设局了。长这样哦，我操，好屌、哦，我操，哇啊！金老头，那金老头要送几个会员啊？摆桌都是自己人啊，然后他们就，这个台主好像说他那个会买要送会员哎、欸，然后那他看起来要这个嘛，疯狂的给啊！我操，我感觉好像自己被带去什么波比酒店或之类的地方，就是把你带到店里面，然后就开始让你爽，然后爽完以后，你发现哇，那个账单有点长，惨了，好像又要溢满了，不是惨了，什么惨了？哇，好开心哦，又快要溢满了。好开心的、哦、又快要一满了、欸、他怎么又进了，这种场打酒你那个价值观直接崩坏。我们的胡刀一满是开心的事情啊，等一下开个离宝室的话啊红色的哈哈
哇塞，因为多了这一张合底，所以才够的啊！艺术分数满分欸，他要合底，然后还要我摸到红的出去，他在犹豫要不要给啊，上家在犹豫要不要给啊。上家的意思就是那个你再送多送几个会员。真的是被带到剥皮酒店的感觉啊！我想要喝这个啊啊！好好好，我买单，这个好好，我点。那你滚！哦，这会爆炸吧？小牌，哦，蛮小的，不小，大牌很大，它超大的。这是啥啊？我干！我拔，等一下，这把是怎样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好奇怪哦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装东宝四，开礼宝，都是锁，都是锁，但是有没有十二番啊？啊，痛恨的礼宝牌两张开不到一张，超干的，两张都没开到啊！怕了吧，我跟你讲，怕了吧，这东西不是拿来拔，这东西拿来杠的啦。四番不要多摸四张牌，我都不要了，直接把它杠在旁边，就问你怕是不怕？怎么会进这个？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进这个？这个是三麻、欸，我的北是暗杠哎、欸，这个胡到超级扯哎、欸，哇塞！这是啥啦？这场到底是啥啦？你们谁要拔眉？你们要拔眉吗？生气了，哇，他要拔！哎、欸，你怎么不用拔了？他这个就是直接开送，哇，感谢下家，感谢下家。他不是用拔的，他不爽用拔的，他丢给你啊！这是他最后的倔强，懂了吗？意思就是我不是不小心拔给你，我是故意打给你的。只能胡啦，开这么多宝牌，我相信一定会开到一大堆礼宝的。有开到，五张。